我来吓你一下。我爸爸，我最了解我爸，因为我爸怕的东西跟我怕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到底他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我也是很害怕的，我现在看一下好不好？喂，投票出来，我是赶出去。他有恐慌症，恐慌啊！哇，恐慌症，我怕恐慌症，哇，真的，我真的超怕晕倒了，我真的超怕晕倒了，真的。来，先第一阶段任务要开始。好大，会太大声了。好紧张哦。深呼吸，吐口气。开门。开门！这个升降梯哦，特别帮他找人帮他做的，叫树栖啊，懒得爬了。来了，好紧张。哇塞，什么东西啊？被人要放背炮了。高票当选。对，在干嘛？打 surprise！ 神经病！我们现在什么了？这是 GoPro， 我们现在很适合在网路拍网路影片呢、啊。你刚好吓到吗？吓一跳啊！你这种搞这种东西，现在很流行，你知道那种网络啊、影片啊。其实我想拍一些来对着镜头，家庭就对了。对，现在流行那种网络影片，我们从来没有。有啊，直播我自己做的啊。你自己我在选举的时候，选举的不一样啊。这个有那种 family 的那种感觉，那种好，那种 live show 那种感觉。呜呜，呀哈！今天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，因为干嘛要给我礼物？因为二姐这个。双喜临门，小乐乐进来。然后你之前不是说，好像生了一个不喜欢男生吗？我是说，他要是怀男的，就叫他拿掉。怎么拿掉？哎，怎么可以拿掉？就叫他拿过来，像个像你一样。像你一样，应该整他。不必开箱了，来。还有什么？为什么要开箱啊？开箱礼物啊！其实我很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到底是什么？他还吓着我。他其实蛮怕。他怕死，超大一只，你知道吗？会痛吗？我哪知道？哎，好痛啊！哦，去死！啊，这饼干谁的？把它拿走吧！讨厌，饼干你看一下，好痛！我们的影片哦，点击率破千了，破了。好吓死了！你不要再这样搞。你先去床那个收精一下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哦。你先去休息一下哦。快点！他以为这样就没了，我们还有一个大的。还有啊！哇塞！你个神经病啊！没感觉哦。干嘛？你们谁啊？我们是他的。怎么样？
走开啦，不值。什么啦？这在搞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不问我的时候是摔了屁股还在痛，还在痛啊！现在是大门的外景。主动先主持啊？对，先当主持。主动先去干嘛？上我这里来吓我，到家里来，来，我来吓你一下。不是啊，被我打牌了。好了好了，去脱掉了。好，很热哎。四位大门，成功。解释。是，下得很好哎。对呀。谢谢于大哥，谢谢。重点是我自己，我自己也超怕的。哪还说？我真的傻眼。你那个主要是什么？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就觉得卖肾啊，一个肾。所以他后来连那个弹出来他都怕，他都怕了。